你敢看吗？我不敢看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好烦。Oh my god， 该不会哭吧？怎么了？该不会想要哭吧？怎么了？相簿啊，厚厚一本的。完了。怎么了 ？Barbecue 了？完了。照片吗？现在换我要哭了。真的？你的手，你撞到头。你敢看吗？我不敢看。干嘛？好烦哦！真的很烦哎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只参加最后一集，我现在打开你都看我都想哭。什么？你喝什么？有那么夸张？哦，多用心。真的，他把它弄得很用心。天哪！这是第一次，对，这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的、啊。你们做什么大锅饭哦？对啊。哦。好笑，那天跟谢欣颖还有怡蓉，是的，怡蓉、谢欣颖三个人在用那个大锅炒，就是我们，你看他，哎，你知道我们流鼻血哦，他流鼻血，他流鼻血，快点卫生纸，把它塞进去。骑脚踏车 ，Oh my god， 哎，真的哎。我看起来很好玩哦，那天骑脚踏车那天嘛，而且那啊、哦、那天有下飘小雨，飘小雨，但很好玩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我们在干嘛？玩那个哎，不是烤棉花糖，烤棉花糖，烤棉花糖。这是第一天吧？第一天晚上。天啊，拍的照片都好棒哦！就我们玩那个比手画脚这个。哦，云海星，云海露营。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美术组的人在那边拿那个小刀，然后那边磕那个小山、那个小鱼，然后磕，这样一点一点，好用心哦！哇，这是谁？哇，那超美的，谁在叮叮叮？任容轩吧，是不是 ？OK， 啊，后面还有两个人在帮忙啊，那个雪芙跟谁？我跟欣如姐。伸几手了 ！Oh my god！ 对啊，这是谁？修吗？对，是修吗？欣如姐。修跟谁？那我吗？穿黑色衣服的男生是谁？穿黑色衣服男生哪里有欣如啊？那个黑色。哦，对不起哦，这样太难听了。我刚以为是李仁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以为是李仁哥。他也是来都一直在煮。哇，我们这一次的最漂亮那个景，好美哦，云海，哇。他做的好，毕业纪念册，毕业纪念册，